我们的那个9月1号的这个访核派对，我们今天一切的表演全要套访核。刚刚那个是访核打鼓秀，对，那边有访核啤酒。可以请官员出来了吗？我们要请他吃火锅了。我们要请官员吃火锅，我们的陈情书了。所以我们要求一，敦义军立刻出来吃访核火锅，达成停建和核试技能等级时，并且于隔天施展。好。二。若登敦义军不愿面对，代表技能已经点满，请立刻召开记者会施展技能。这里并不是露营野炊区，这里不能够。我们没有露营，那野炊我们是要澄清。你们要澄清问题，澄清没有问题。我们就说啊，那个火是依照什么法说不行？在这依照社会秩序维护法，好不好？68条。那我们这边这里依照警察职业刑事法，我们这边这里要把你带保管。哦，这个东西来讲的话，这个法律都有规定。如果说你觉得法。这边的法源有问题，那我们也建议你们说，透过你们的民意代表来把它修法。那可是他说正当理由啊，那我们现在吃东西很正当啊。那我们现在我们澄清也很正当啊。你们看看要不要来来澄清？我们帮你澄清，我们协助你们。对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好，协助你们澄清，没问题。那我们的澄清的方式是要吃火锅啊，是不是要协助我们吃火锅？哦，你们如果说要吃火锅，你要生到火，那我们真的没办法。你把它煮好了，你我没有正当理由啊。我们要煮好了，在这边吃火锅都没问题。你要煮好，煮好了，你这边吃了都没问题，你拿带过来都没问题。大家好，今天是我们的那个9月1号的这个访核派对。我们今天的诉求并不是完全来乱的。我们今天的诉求是说，他说要参选的时候啊，他说那个副总统提名人是吴敦义嘛，他说吴敦义是一个那个悲天悯人的，他有一个悲天悯人的情怀啦，这样子。啊，我们就想说，啊，马英九叫他悲天悯人，啊，可是悲天悯人他下面应该有一个技能叫停建合适才对啊。如果有一个，如果你在玩游戏打怪啊，你开启了一个任务叫做悲天悯人系技能的话，应该有一个技能叫做停建合适，因为合适的这么危险，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合适里面工程多么的复杂，而且已经有自己的工程师出来跟我们说合适里面有多么危险了。还有包括原人会的谢德士副主委，在前几天他也下台了。他现在的理由有一部分就是说，他对合适的这个议题他已经尽力了，可是呢，这些官场文化却让他非常不适应，他却没有办法能够接受这样的事情，所以他认为他事情做够多了，对合适这个议题他已经尽力了够久了，他觉得他辞职是很轻松，他反而希望这样的事情。所以当一个议题政府的官员、自己人，还有你的工程师，大家都出来要反对的时候，就可以看到合适是多么的危险。可是今天吴敦义他一点都完全没有发挥到悲天悯人的技能，这样子。就很奇怪，他平常也无所事事，可是为什么会上表演？那么一场一个活动，一个抗议就可以找上万个人来，实在是蛮奇怪的。我想为什么台湾不可以这样子？对啊，那我想说，那日本叫素人嘛，那我想说，那我们台湾就叫台客好了。尽一个礼貌上的道义啊，是不是说能够派人进去叫吴敦义或是随便的官员跟我们吃个东西啊？因为这样的事情，哎，警察大哥，你们今天来的诉求是澄清。哎，对，那等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会，请行政院的派代表出来接受你们的澄清。OK OK， 假如你们没有所谓的澄清的话，那我们将会依《集邮法》的规定，好，依法处理。好好好，我今天这个诉求是很严肃的，因为真的是核四真的很危险，然后我们想要请吴敦义来了解一下我们人民的意见，所以我们使用请吴敦义吃东西的方式，让吴敦义能够知道。人民的到底想要如何款待一个人？我们是想要取悦他，让他变成一个取悦他，让他高兴之后，他可能就会反核了。这样子，可是对，对，那可是就是说，当人民进贡，为什么有一个行政官员，他还是不想要出来跟与民同乐？他还在之前说我是地方出身的代表，我说话比较亲切。那他连这种地方的规矩都不懂，那今天他怎么当一个台湾的行政首长？我哥已经准备好来到现场。我们今天的这头戏，我们今天主要要进贡给行政院的礼物，我们的贡品，访核火锅。先分装过来了，你先把它分装过来了。分装过来什么意思？你们把火锅带到旁边去，你们把它分装过来了。好开好看的、哦。好了，那先来，那我们就开始举牌了。我们是要进贡吗？我们是要进贡吗？是啊，我们澄清一下。我现在再给你一个机会，你把这个。可是照法律讲，我们要澄清。
你要煮好了，在这边吃火锅都没问题。你要煮好，煮好了，你这边吃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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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没问题，都没问题。你拿带过来。跟你讲，从你们到现在已经将近一个多小时的陈情。不是这样子澄清的法律。法律有规定说澄清要多久吗？请警察解释。对，我们现在就要澄清了，好不好？我们澄清就澄清好了。OK， 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就依法来处理，好不好？依法来讲法。不去的话，你们到法院来讲，好不好？你们到法院去举出你的正常那个，好不好？请问依照哪一条法澄清？人民澄清需要有时间的规定。警察职业线，我们依照几位游戏法，我们现在开始了，好不好？人民有澄清的基本权利，不好意思。你们有人澄清的权利。对，所以我们现在要澄清。所以。陈情不算是违法。委员先生，我是现场指挥官，中正第一分局忠孝东路派出所所长张木顺。这里是行政院，这里是行政院违法定集会游行禁制区，违法定集会游行禁制区。你率众在这边举行集会活动，已经违反集会游行法。我现在依法第一次举牌警告。警察竟然就说我们这样是违法，请问我们请过来吃东西是违法的吗？请问哪一条告诉我们说请过来吃东西是违法的？请问哪一条告诉我们说热汤是很危险的？各位媒体朋友都有拍到哦，警察说热汤很危险，警察说我们是违法来澄清，我们是违法，我们是集会游行。各位，我现在念这个澄清书的内容哦，这个主题叫做。训练敦义军点满悲天悯人系技能，停建合适 LV 十就是等级十的意思。敦义军在不久前解了成为副总统参选人任务后，成功开启了悲天悯人系技能。众所皆知的合适是一个极度危险的工程，只要动下手指 Google。合适拼装就可以看到这台混搭的拼装车是多么另类而前卫。澄清书是递交的，不是用念的。没有，人民可以用言，可以用言辞，可以用言辞。人民澄清可以用言辞澄清，对，不一定要书面的。OK， 另类而前卫，而这种东西通常中看不到，重看不重用。何止工程师林宗尧所撰写的《合适论》，更洋洋洒洒的指出13项缺失。万一核四运转后出问题，肯定全台湾受害。所以我们诚挚的邀请的敦义军能够出来与民同乐，接受我们的澄清，吃下精心准备的反核大餐。如果敦义军不愿意出来面对，则代表他对停建核四技能拥有足够的自信，势必能实现我们停建核四的要求。所以我们希望归在家里不出来的敦义军能够不要再 CP 存装备，直接中路单挑，立刻召开记者会，宣布停建核四。请问叔叔，那个你的职位什么？我有点好奇耶。我是资义，资义，资义，咨询的资，资义，资义，资义张资义，哦，大哥你好，你好。大哥，我想请问一件事哦，就是说我难道就是我们在这边澄清呢，用煮火锅方式这样子是违法的吗？因为刚刚警察对我们还蛮不好的，我们有点害怕这样子。我想警方有他们依据的法律的。哦，警察有依据的法律哦。哦，那这晚就跟你孝敬一下了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没关系啦，谢谢你。大哥，其实这样有点没礼貌，这样子有一点没有礼貌哦，就是人民的诚意。我们这晚就送给官人的那个火锅，竟然就是送不出去，不知道怎么办了。警察哥哥、警察叔叔辛苦了，谢谢大家。好的，台客之晚第二阶段 party 开始。先给他个机会，跟他讲一下反核的事情，然后他只要在那边。